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施政报告之质询。请邱委员自为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好，谢主席，有请林权林院长。请林院长。邱委员好。院长，你辛苦了。没问题。待会如果没有问到你，请您回答哈，你可以就坐在席台上面哈。好，谢谢。我想最近这个台风来啊，你忙着防台啦、救灾啦、看灾，非常辛苦，整个那个团队也非常辛苦哈。今天9月20号，你上任到现在四个月了嘛？哈，是四个月。我想，大家关心你的努力度，你的努力度我非常肯定，你团队都非常认真，把每一项的业务希望能够做到，这个改革创新，把台湾经济从困境里面拉起来，把促进台湾社会的团结，促进公平正义。我想过去很多的问题，你要在四个月把它完成，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也希望我的选民，我也希望全国人民能够多了解行政部门是非常努力的。所以大家会关心你的努力度那么的高，我对所有的那个团队我非常尊重，大家为了这个国家牺牲奉献啊，牺牲家庭生活，牺牲个人生活品质，就希望让这个国家能够更好，希望让这个台湾人民的生活能够更好。所以这个部分我给行政团队高度的肯定哈，但是为什么这个你的施政的这个努力度跟你的满意度啊是不成正比，有时候会成反比，你会很纳闷。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你的面露这个哀愁啊，就是林权心里苦，但林权不说。那我试着把你的苦啊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谢谢。我想大概几个问题了，一个团队你初步上路当然会有很多磨合上的问题，过去没有每一个人都共识过，一个新的团队形成当然初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这个行政团队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所谓沟通的问题，对外沟通非常重要。所以对外沟通，你要了解民众的需要，了解民众的需求，而是马上回应。所以为政之道在于亲民啊，亲民就是当然第一个清明节的亲民，当然毋庸置疑，这是从政者基本的条件嘛，一定要亲民。这一点，亲民代表操守清廉，这我对行政团队有高度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亲民，就把所有的民众、台湾人民当作你的家人，苦民所苦，他们碰到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民众需要的时候，你第一个时间你就去关心他。所以这个对外沟通的问题，你要让人民了解行政院做哪些事情，做哪些努力，而且你要近距离跟民众去接触，这是一个对外沟通的问题。我希望这部分未来可以强化。一个内部协调的问题，你从政策规划的阶段到政策出台、政策公布到政策去执行，这都有一个很严谨的 SOP， 就内部各部会的横向的协调，这点非常重要。过去四个月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并没有把这个环节做好，所以你就变成说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政策你就把它推出来，以至于这个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政策就互相自走，就自爱难行，当然民众就反感了。所以这所谓这个对内协调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心态的问题。心态问题为什么我会讲是心态的问题？我看一下数据啊，我们内阁的成员平均的年纪大概61了哈，61，当然很多都是非常有经验，很多虽然他年纪大一点，可是他心态是年轻的，但是有些不是。好几位部会的首长跟我见面说：“哎，邱委员你好年轻哦。”我说：“我一点都不年轻了，我快到半百了。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奥巴马干总统干2年了。”英国首相 David Cameron 干首相干2年了，
你说我年轻并不就凸显你的老吗？你的老就代表一种心态，你就没有办法跟新时代去无缝接轨，去了解年轻的需求。所以年轻的声音它即时就会展现出来，所以为什么内阁的民调会跟你的努力度成反比？年轻的感受你们没有照顾到，这就阁员这个心态的问题。有人说，有媒体说你们老男男内阁，我觉得非常不公平。老也可以很有活力啊，老可以很有创意，老可以很有精神。很难，你只要说你无私，对这个国家有功贡献，对愿意为这个国家牺牲，只要你有能力，我觉得不是问题。但是当然阁员的性别比例，我觉得这部分未来这个院长还可以再做一些调整哈。所以大概就是从内部的协调，对外的沟通，然后阁员心态是不是可以更这个亲爱人民，亲近人民，更亲近年轻人，不要有世代的这个对话的困难，对话的这个障碍。我想我以这样跟所有的阁员做一些期许的哈。谢谢。我就近的观察就是说，您当然下乡都是行程很紧凑，有时候我要跟您说句话，哇，一下就被你水雾挡开了。有时候很难接近，就你层层的警卫啊，你要让民众去接近你，他只能是远远的看着你，但你没有办法跟你有近距离接触，他没有办法体会你的可爱跟温暖。所以这部分你能够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人民可以让你更亲近，又兼顾你的安全？我的感觉好像这个随护的这个规模跟那个执行非常的认真啊。有时候我要跟你讲话是有点困难哈。另外，行政院它有四个办公室啊，中办、南办、云嘉办跟东办嘛。这四个办公室，你可以是不是一个月都去一次，一个礼拜去一个办公室嘛？不要让这个办公室都有许章尧主委那个政委在处理，还要当党主那个省主席，又要当四个这行政办公室的主任，一个人要身兼五职，还要当政委。那你是不是可以拨点时间到南部去，到中部去，到东部去，一个月去一次就好？你把选区立委就会找来嘛，大家对地方上一点好好的沟通协调，坐下来好好的讨论，到底你的选区需要做什么事情啊？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需要哪些的建设？否则你没有这样子下乡的话，我只能一年两次总事情跟你讨论一个小时，一次三十分钟。很少有机会可以当着面讨论国政，讨论地方建设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思考这个方向，把这个所谓四个分区的办公室，把它功能可以扩大，定期找所有，你看中办有这个16个立委，云嘉办有12个立委，南办有13个立委，这些立委只能，你也不能总咨询，只能一年就两次，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及时让你知道，跟我们办公室联系。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你能够朝这个方向去规划啊。另外我也希望说陈美玲秘书长能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四个月我跟陈秘书长讲不到三句话，秘书长应该扮演你的左右手。你如果没有办法亲自到副院长，我跟他见过很多次面，很多都是副院长亲自去处理，但是秘书长好像做的比较小，做的比较闷呢。不会，我陈秘书长其实给我很多帮忙。我了解，但是对外界的感受，他要协助你对外的沟通，对内的协调啊。不同分工，因为副院长主要是跟立法院委员沟通，那么陈秘书长他是很多业务。他对立法院的沟通，他也没有到我办公室，也没有跟我沟通过啊。副院长是在负责立法院沟通，那陈秘书长主要是负责业务方面的一些事务。很多业务也没有看到他在做一个积极在协调者的角色。好，我问一下几个重要的国家重大的问题了哈。在问国家重大的问题之前呢，在一个地方性的议题啊，先请教一下院长哈，就是说，您知道我的选区在高雄市38区里面，我就占了8区嘛哈。你知道，你们说出其中一区我的选区的名字？
那个部分就是应该是兰子再往北嘛，就是靠冈山那个地区嘛，就鹿竹啊。对了，对了，冈山鹿竹了哈。那你知道我的选区最需要的交通建设是什么？我知道，就是捷运延伸线。捷运鹿竹延伸线，精确来说是这样子。我前两天在高铁上看到这个项目素食的书啊，哇，让我感触良多了。他在1910年写的书啊，在玻璃门内，他说啊，他的一个同事送一只猫给他，他的同事搭电车送到他家，送一只猫，因为他要养猫。好，他把这个猫用这个稻草啊，用茅草煮了一个温暖的窝。那是100年前，100多年前，日本拥有电车的，那时候经济发展也不是那么的好。所谓电车就是现在捷运了。经过了100年，我家的猫，它都用电子毛毯了。我家的猫都非常舒适，大家都把它称作是毛小孩了。但是我们鹿竹捷运经过了10几年，还在停摆。我原本希望说，国民党下台之后，这部分可以立即核定。但我这边需要院长，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跟方向，到底什么时候高雄捷运鹿竹延伸线对搞北高雄的发展具有关键火车头地位，什么时候可以核定？好，这部分我们请那个王市长来说明好吗？市长，哎，是简要哈 ，Yes or No， 或者时间告诉我。冈山鹿竹线分两阶段啊，第一阶段到这个南冈山站到冈山站，目前综合规划已经审过了。高雄市政府在8月送件，我都知道。我说第二阶段的部分，从 RK1 到 RK8 的部分，大家争执就是这一点嘛。那前几天这个陈局市长也当面跟这个院长说嘛，院长说最近就会有结论嘛。RK1 到 RK8 大湖站的这个部分，目前因为市政府刚把可行性送进来，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内部的这个轨道的这个委员会现在正在看啊。就是王市长，这个你我们以前是同事，我也知道。我希望从政策面去做决策的，部长、院长，我需要你的答案。什么时候可以核定？最起码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嘛。我想我是不适合超过交通部长来做这个决定，是不是？我们还交通部长他没有办法做决策啊。经建会不是国发会也把这个案子推来推去，不是推回去交通部，就退回去高雄市政府，来回16趟，经过了14年。我可以把您的需要再跟交通部贺成部长再做个说明，但是最后的决定还是要尊重交通部。啊、怎么会是院长您跟这个贺成部长做说明呢？我那我就不是由你来拍板定案，就等你那个动作完成。那要等他的计划的可行性要告诉我，他告诉我可行的时候，我们全球布局要台商南向的时候，我们国内的资源也要南向啊。是的，是的，我想我们当然很努力来处理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所有需要的建设能够尽快做到。不过这个东西还是要有这样一个进度在。好，我希望能够近期听到，最起码。是不是年底之前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结果，能够正式核定？我们希望朝这个目标 来努力，好不好？跟那个委员报告哈，我想在整个 RK1 到 RK8 的这一部分的确审很久，但是的确也有一些这个大家所关心的课题嘛。那现在交通部的立场是希望跟高雄市政府赶快就这共同的议题来谈，比如说运量的部分。好，那个市长，是是，这个部分委员会在讨论。我现在国事如嘛，我后面一大堆问题。是是是。好，请您回座。好，部长，那个院长您先休息。啊，请这个外交部李部长，请外交部李部长。院长，外管裁撤的这个。是何等重要的大事，也许要经过国安会评估，也许要总统来核定。外管要设立的时候是用洪荒之力在设立啊，是不是这样子？你现在要撤，你现在要裁，你用吹灰之力就把它裁掉了。裁撤外管是非常重要的大事啊，各国不会主动去撤管的，除非是断交，除非是这个战争，我们主动去撤管是非常少见，我也觉得这部分应该要谨慎。好，台湾的外交处境之困难，台湾国际社会的特殊性，
你不能拿这个澳洲跟加拿大来比。我们不只有外交关系的目的，也有经济关系，也有侨务关系，也有国际情报合作关系嘛。所以你要财政外管是需要多方面去衡量去评估，而且也要经过行政程序，要经过院长了解之后，甚至要知会总统府才会对外做说明嘛。不管你在任何场合，对内还是怎么样，你只要在立法院说的话，我想很快就会见报了。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外交官啊，在处理那么重大的这个所谓这个高政治 high politics， 要非常小心谨慎，不只影响到跟这个驻在国的关系，也会影响到侨民的感受，也会影响到我们内部外交部人员的士气啊。所以我觉得您昨天的阐述，不管您在的场合是怎么样，我觉得还没有经过院里面核定，你就不应该对外公布。所以你犯了是一个外交人员或者从政的这些这个官员不应该犯的错误，叫非受迫性失误了 ，unforced error。用台语说啊，落差了。你现在公布出去，假设如果院长不支持，院长说这个在意，那现在见报了，那对驻在国会不会影响？对内部士气会不会影响？你说还有下一波，而且裁撤理由我就觉得太 naive 了，那种裁撤理由太天真无邪啊。你说这个挪威因为这个处长见不到，馆长见不到他们外交部的师长科长，所以要裁撤。你知道挪威已经设馆多久了吗？挪威设馆35年了，当时设馆有他的目的，侨民也将近10000，而且他是国民旅游的这个重要的地方，当然很多紧急救难的这个需要协调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你又用这个理由说我们没有办法见到他们师长，所以他也没有在我国设立办事处，所以我把他撤了。你怎么把这个责任怪到这个驻在国呢？你应该怪你们的馆长，是你派的馆长努力不够，能力不足，所以造成没有办法突破。如果我是您，我就派一个最干练的外交部第一名的这外交官去他们冲锋陷阵，我给你设定一个政策的这个目标，你如果2年之内没有达成，没有突破，你就给我回来，我就换一个新人去。所以我觉得你是中了这个，你是还是有那个外交这个休兵的这个遗毒啊，我是有点失望。所以我觉得就这件事情啊，从你对外的说法，不管是对谁说，或者在决策的程序，我都觉得你是犯了不应该犯的错。来，这个院长，请问您支持外交部所提出裁撤管的方向吗？你部长有跟我提到过这个检讨的部分，那么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他的，还没有看到就见报了，还有第二波咧。邱委员很清楚，这个整个案子，昨天是在一个闭门的状况之下，在给委员做一些，没有人问你，你主动讲的。没有人问你，你主动说的，是因为之前有委员质询，然后你主动做一个说明，那当然也有一些助理在里面、啊、所以你要看清楚你说话的场合，这是高政治、欸、会影响到对外关系啊。外管裁撤啊，是上一个会期朝野立委在外交委员会，我质疑你是程序未完备，院长不知情的状况，你就把这个讯息透露出去，然后媒体大很大的渲染，很大的这个造成很多的影响。这个我希望您不要犯类似的错误，谨言慎行啊。我在外交部啊，一向的名誉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谨慎。小心的一个人，我就没有办法体会啊。这个我就不太知道啊。这个案子也是顺应这个贵院朝野，你不要推给立法院嘛。我质疑你的是程序的问题嘛。院长都不知道，你就对外讲，你就跟立法委员讲。
哪有说还没有正式核定你就出台了，你就公布了？我没有正式出台啊，这个签呈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到我。我的意思说，你应该要反省自己，类似的状况不要再发生，话不要讲得那么快，等内部形成决策共识之后，你再对外说明嘛，好不好？我们没有对外说明啊，我们只是一个知道吗？等形成决策之后，你再对外说明嘛。好了，这个议题结束。另外 ，ICAO 这个外交工作跟国防一样，料敌从宽，遇敌从严。我最讨厌，我最不欣赏是刚好相反，料敌从严，遇敌从宽呐。您的 ICAO， 我大概一年前我就质疑，三年一次，又是中国籍的秘书长，他不会像 WHA 给你穿小鞋而已，他连鞋都不给你穿，所以我们要有因应方案。不能每次遇到事情就只能表示遗憾，你要有动作，你要有做法，要怎么去因应。上个礼拜我听这个我们院内委员跟你咨询，你说高度乐观啊。我没有用高度。哦，没有高度。高度。我修正，乐观吧。乐观。对。乐观是说非常有希望。那现在是乐观。我没有讲非常有希望。你现在是乐观，都是希望嘛？乐观难道是绝望？我想乐观，希望，我想可以这样解释。你用外交辞令在跟立法委员的这个是外交官、乐观就是说你觉得应该会没有问题，可以顺利与会，叫乐观嘛？不，我跟邱委员报告，在台湾做外交官呢、如果你不乐观的话，早就得忧郁症了。刚好相反，你就是应该要把最坏情况是设想出来。我的想法跟你完全不一样，都在我的脑袋里。你这个叫料敌从严呐。当然是如此，你当然是如此就完了。当然，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料敌从严呢。在公开场合，我当然你知道料敌从严什么意思？你不知道，院长您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的定义是什么。不，这不是我的定义，这是国学常识啊。料敌从严就是你要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叫遇敌从严呐、料敌从宽，遇敌从严。他哪有料敌从严的？所以我觉得这 ICAO 到最后可能你礼拜五的结果就是他连鞋都不给你穿。那你有没有什么因应方案？你有没有什么做法？这个要让国人知道，因为国人很关心啊。你要大动作，由你召开国际的记者会来对中国干预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严重的谴责。你要通令外管每个馆长，你要发这个相关的这个。给他们驻在国的政府，或者读这个主流媒体去投诉。我想许多的这个重要的国家的民航官员，都还会跟我们的民航官员在蒙特楼。你确定吗？那个小两会，我请问一下王国才的王市长，小两会现在还有吗？小两会现在还有在运作吗？交通小两会，就空运的小两会有在运作吗？那个主委，小两会有在运作吗？你说有，我问一下这个。主委到底有没有？连这个海一两会、大两会都没有，我就不相信小两会还有在运作。那这个那个是张主委，小两会有在运作吗？有，像上一次辽宁观光团的这个火烧车的事件，中国大陆针对 ICAO 的事情有没有小两会？有没有谈判 ？ICAO 或者没有的，这个成绩绝对差太远了。所以说嘛，任何讯息都是中断的嘛。好，那你。这个应该是跨部会去组成一个因应小组，万一真的给我们穿小鞋或连鞋都不给我们穿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因应？那我让我觉得你们太轻忽这个形势的严峻，太乐观的判断。我也可以跟这个委员透露一下，关于这个 ICAO 的事情，我们现在上任今年四个月，大概在三个多月以前我们就第一次讨论，中间已经不晓得讨论过多少次了。我也执行不晓得多少次。好，那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那个请大家都请回哈。我想这个文化部啊哈，当然这个郑部长非常努力认真啊，所以他为什么会民调内阁满意度第一，有他的原因。他把这个预算一年就增加了28亿，就事在人为啊。他为了要把这个预算增加，他当然要去跟财主沟通，要跟院长报告，跟总统报告，去支持这文化立国的目标。
所以他自己到28亿。我建议不要这样讲，这样讲会让很多部会来认为他的预算不增加，就是不努力，这不太好。因为这个预算的配置还是有一些政策性的考量。我是从这个例子来看，就事在人为，大家还可以更努力，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然我知道国家大饼总是有限，怎么叫做合理的分配，这我都非常清楚。所以我当然要给这个郑部长高度的肯定。好，过去龙应台跟这个马英九的关系多好，他都争取不到预算，他预算年每年都没有办法提高呢。他第一年，这个郑部长第一年他就争取到28亿，我当然给予肯定啊。我并不是因为肯定他来去否定其他的部会首长，其他部会首长当然也要受制于到整个大饼的限制嘛。我要请到就是说，院长，你一个月大概看几本书？现在比较少哎。好，哎，有没有买书？以前是有了哈，这么也不买书，当了院长这么忙碌，国事如忙，也不买书，也大概没时间看书。二零之后能够看的书很有限，对。有看书都看脸书，很少。有看脸书？啊？有看脸书嘛哈？脸书啊？脸书我是有，但是也不太有时间。所以现在问题是说，全民都念书，都看脸书了。我就强制自己说，你一个礼拜，你一天最多只能看30分钟，因为脸书里面很多都是一些资讯的散乱的资讯，而不是一个知识的整理，甚至是一个杂讯。好，小朋友不管成人，你如果看脸书，我觉得是浪费时间，伤害眼力。这并不是说不能用脸书了，但是会影响到冲击到出版业，国民不念书，包括成人，包括学生不念书，不看实体书。当然国民的知识力降低，国家竞争力就降低嘛。当然出版业也会受到影响，这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多少的书店倒闭了，多少出版业撑不下去了。所以国家拿出办法要提升阅读率，你要国家阅读运动。好，你从租税上面给成年人利用租税的手段能够去买书，能够促进买书来阅读，也救了这个出版业。你对学生，你可以给他这个所谓图书券，来鼓励他们去买他们想看的书。好，国民不管是小朋友、学生还是成人，都因此能够接触到实体书籍。所以我这个部分，我觉得有必要，你花这个钱，从租税的减免，从这个发放图书券，你可以提振国民的阅读力之外，也可以提振知识力，也可以救这个出版业。这个院长，您的意见，您的看法？这个部分过去有很多讨论的哈，不过我觉得我们希望能够鼓励阅读啊，或者是创造一些好的环境，能够不见得一定是要用从租税，因为租税这个部分我自己你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大家在好的环境里面还是看脸书啊。我们宁愿补贴书商，或者说宁愿帮助一些创作者啊，那也是很好的。我建议院长，你要支持部长哈，正视这个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不能轻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当然了，我同意，就是能够提高国民的阅读率，其实非常重要。这问题非常严重。另外啊，这个刚国这个部长先请问，国发会啊，国发会我认为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司令部，好，他拟定国家上位的国家发展的中长期的这个计划，所以他也是财经内阁的这个领头羊，所以国发会的功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也跟很多人讨论，好像国发会的功能跟过去来比较，它并没有办法发挥这个司令部的角色、领头羊的功能，变成各部会各行其事。那这个国发会也没有办法有效去控管一个经济政策失败，你当然要追溯到你上位的国家发展战略失当嘛，你国家战略发展、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失当，当然你的经济政策执行当然会有问题啊。所以过去大家一直希望说国发会能够扮演重要的这个财经发展这个司令部，拟定好的政策交由各部会去大家协力来执行。可我觉得这个好像国发会的功能也在弱化。这个弱化不晓得是制度性的弱化，还是因为人的关系，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不晓得院长，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想国发会过去，当然他因为他是最早是经合会嘛，那时候不管是待遇在人才的获取上的管道是比较多元。那么现在他把它机关化之后呢，你刚刚讲的问题确实有发生。
但是我也希望呢，就是我会重视国发会，我觉得主要我们要重视机关，就国发会如果他能够有重大政策交到这边去演绎，而且呢他所做的决定院里面就尊重的话，自然他重要性会提高。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国发会的这个人员他本身的这个素质的提升或学习的这个机会要增加，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那么您刚刚讲这部分，我同意，就是我们需要去在这方面多重视。我最后三十秒，我觉得大家都是在这个船上，大家共同为国家人民做事的哈。那帮人当作是一个职业，不要当作是一个职业。职业你就想说这个有上下班什么的，你当个职业，你看到人民的生活有改善，你看到国家经济有发展，社会的团结，政治更公平正义，我觉得那种成就感，那种使命感，我觉得才是最可贵的哈。虽然我们很辛苦。但是这是国，这是人民赋予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责无旁贷，全力以赴。明天会。接着请郑运鹏委员质询，询答时间为三十分钟。副院长，林院长，大家好。那是不是可以先麻烦林院长？请林院长。郑委员好，院长好，辛苦了，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让您没有办法休息。那如果院长您可以请坐，没有关系。好，谢谢。好，那我们今天主要谈两个议题哦。那先谈老人的，再谈小孩的。那也是先谈退休的，再谈刚来的哦。那最近网络上有很多谣言，那因为对于年金改革大家很多不同意见，所以对于各种职业别，那尤其是军公教都有不同的谣言出来哦。那首先我要跟院长谈的是说，多数人的年金问题我们可能就让国事会议或委员会来处理，少数人的今天在跟院长这边讨论哦。那首先这个谣言其中有一个哦，是针对立法委员的。那很多网络上谣言认为说立法委员，那我们也有退职金，那其实那是过去针对一些所谓的老国代或老立委的哦，现在可以领的剩十几个人了。那包含说现在国民党的立委，他们都没有退职金可以领，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帮他们澄清一下哦。所以我希望说这些谣言制造者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不想要被污名化，也不应该污名别人。这个先跟院长报告。那但是有一些人哦，那其实的确是存在的哦，就我讲的少数人。那第一项我跟院长报告一下，也听听看院长的意见哦，大家请示一下行政院的意见。第一类的是党职并公职哦，那把国产变成党产。那为什么说是国产变党产呢？因为党职本来就是国民党该付的，他们过去的一段时间，那很长一段时间让党职的年资也可以并到公职，所以我们还在付他们退休金哦。根据全序部的统计，党职并公职到目前为止还有公务人员还有233人，政务人员有10名。总共有243个人，这一点其他有党的党团今天也有质疑过。我想请问一下院长，在年金改革这个方向，你对于这种少数人用党职并公职，把国民党该付的年金并到我们的行政部门来付，你的看法如何？我想这个当然是在早期这个应该是党国不分的时候的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了啊。那么当然这个在年金改革里面，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部分也就是优先来做一些改革，这部分应该是可以去思考的。这个牵涉到修法，如果说年金改革的项目里面包含党职并公职应该被剔除，甚至是被追溯，院长您也可以接受吗？我觉得这个部分啊，假设说是如果说是年金改革委员会啊，那么像他处理的项目很多嘛啊，如果他一并处理，或者说是要优先我们先来就这个部分，因为您刚刚讲人数比较少要来处理，那这部分我可以请同仁来演绎。好，希望行政院可以有符合社会期待对年金改革有益的方向哦。那第二个是政务并事务，这跟不一定跟国民党有关哦。那政务并事务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结果呢？就是把国产变私产。现在在座的政务官，其实很多网络上的谣言都认为你们有退职金可以领，其实各位已经没有这种月退俸可以去选择了，那就一并处理掉，您离职的时候一并处理。所以目前不
不是目前适用93年已经废除的政务人员退职酬劳金给予条例哦，领取退职金的其实人不多了哦，那共有每年差不多12亿，但是我们要付的利息超过2亿哦。那最有名的这500多个人里面最有名是谁？就是前副总统连战先生了。那他在政务官的年资可以并事务官的那个时代，他大部分的年资除了教授以外，全部都政务官，所以他的俸点非常高。他俸点，他现在可以领的，根据我们的数据，他一个月退休本俸216,240元，那优存的利息就是18%的，他可以领65,063元，总共282,003元，比卸任的总统，任何一任卸任的总统都还高。那所以根据这种退务人员退职的福裕条例，现在只有500多个，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时代的，大部分93年之后就没有的领了。那我想您院长，您在年资金改革的这个议题上面，您这个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如何？这个部分其实，理论上来说，它应该跟年金改革所有的制度要一并来考量了啊。那么也就是说，也应该要一起来思考，就有关的一些限制或者应该的。是这个是减少啊，都应该要一起来考量。好、那么当然，因为人数不多嘛，啊，所以也许我不太清楚年金改革委员会是不是会去一起来试用，还是说有必要我们单独来检讨，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人数不多了，但是金额非常高。我现在对于过去低阶退休的人也不公平。这500多位，我以连战为例的话，他领的比他现在退休了20几年了，领的比在座的还多，领的比总统还多，非常不公平。这也应该是被讨论的一部分哦。但是我前两个所讲的党职并公职、政务并事务，这两个其实都需要修法，不容易啊。甚至修法的主责单位都还是考试院，还不一定是行政院的业务。我是想了解一下院长您对这两个议题的看法而已哦。那我们今天我来跟院长讨论年金改革，我刚所讲的老的跟退休的，我想要跟院长讨论的是年金改革，我们行政院可以做什么？不必要修法，我们就可以做的部分，现在请教院长哦。那我希望说，如果我们行政部门可以主动去处理的，不合常理的跟不符合时代变迁的需要的，我们应该都可以处理掉、哦。那院长，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半年俸？半年俸、哦，半年俸我知道。半年俸哦。对。那我跟院长，你可以看一下半年俸是什么。过去退休俸因为都是拿支票，所以纸本的支票都是用国库支票在发给，然后已经几十年了、哦、那并由原来的服务机关发放，所以有一些人退休之后的确是搬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去乡下想退休生活，甚至搬到国外。那因为避免这些退休人员舟车劳顿，以前交通也不方便，所以半年发一次，那个时代有道理哦。那所以半年发一次的结果，对于军公教人员来说，他们退休之后反而从月俸变成半年俸，这个院长我的理解跟您的一样吗？是的，退休之后然后半年变成那个半年俸哦。可是在这几十年来，20-30年来哦，已经改为指定账户了，并不是用纸本的支票哦，应该是或者说很少人用纸本的支票，所以现在可能还没有人看过纸本的国库支票是什么。让院长看一下哦，这个就是国库支票了。我看过的时候都是在银行间，他们在做拆账在做计算的时候他们在用的哦，大家要有个资料。但是真的领月退的没有人在领这张支票了，就改为 电子交易嘛，直接汇入账户、哦、所以这个国库支票用半年俸的时代应该要过去了。可是我们现在的退休人员还是用半年俸，这个院长您了解吗？我知道。好，那现在院长您可以休息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请相关的、哦、人事总长，然后还有相关的国防部、那教育部跟内政部，好不好？那是不是可以、院长您请休息、哦、人事长那我现在来说明一下这些军公教人员所领支领的方式。那如果各位首长你们觉得不对的话，你们可以随时说明，没有关系哦。那他到底根据什么样的法律来发半年俸？为什么现任的公务人员他们每个月领啊，退休的人却可以提前半年领啊？这个非常奇怪啊。退休的人比很年没卡贼吼，还是提前领哦？这个我说明一下哦。那各位首长，如果你们方便的话，就麻烦吼。第一个是公务人员退休，它的施行细则第31条，施行细则第31条，它上面写，它领取的时间如下哦，1到6月份，就是1月16号领的是1到6月的，7月16号领下半年的。那再来，学校教育部的部分哦，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的施行细则第34条，一样，1月到6月是在1月16号领，
然后下半年是7月16号，这个没有错吧，部长？对，没有错哈，没有错。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国防部了哈，我们的退休的我们的军人哈，那根据陆海空军军事官退伍、退役及除退役审定作业规定啊，这甚至连适应细则都不是哦，作业规定哦，他虽然没有写时间，但部长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也是一样半年发一次？是的，目前我们是每半年发一次，没有错，而且是提前领，对不对？是的，这样子很便利，那些年老的这些退休人员不必再到邮局去，把他的身份证跟他的退役的证明去那边去办。但是他们如果用线上的，应该是都还可以使用嘛，对不对？应该没有错嘛，他们都直接转入账户嘛。假如能够改进的话，我想退伍会有更好的方法。好 ，OK， 好，谢谢。那我再来跟各位首长您说明一下哦，我刚才讲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在工作的哦，在职的军公教人员，他们是每个月领。下个月如果离职了就没得领，反而是退休的都可以提前领。退休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哦。那我刚所讲的军公教，全部都不是法律，它都是施行细则，是作业规定。所以我今天要跟院长您请教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行政命令可以改革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做，让社会相信我们有这个决心？那对于他们这些军公教的退休人员来说，我可以跟你们保证，他们一毛钱都没有损失到。只是看我们要不要做哦。那如果法律上是怎么去定的呢？我跟几位首长报告一下哦，他们可以领到什么时候哦？根据公务人员退休法的第24条，这就是法律了哦。他们什么情况之下丧失行领月退休金的权利？第一个就是死亡当然是不能领嘛哈，但是还有遗嘱的慰问。第二个是褫夺公权，那第三个当内乱外患，最后是丧失中华民国国籍。在这些状况之下，法律是规定不能再领的。可是他提前拿走，我就不知道哦。那但是我们实际上发放的原则跟他的作业方式是什么呢？你们看一下哈、哦，就是法律24条，退休那个公务员退休法24条规定的是这样，但是我们发放的作业的方式哦，你去发现很有趣哦，褫夺公权跟判内乱外患或丧失国籍这三款，在事发的前一日开始哦就停止发放了，也就是说你当下就不能领了，当下就不能，这种人非常少。这10年来，你甚至没有看过被判过内乱外患的，因为两岸关系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算国内的还是算国际事务、啊、所以这些人非常少。那但是他发生的时候，当下就不能领了。唯有公务退休人员在死亡之后、啊、因为他先发了嘛，你也不好意思啊，人情上也不好意思去追缴，他们领的去比现任的还多。所以法律上规定他是当下就不能领了，但是实际上作业上他却可以这样领，哦，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被改革哦。那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在职人员他领的条件是什么？根据公务人员奉籍法的第3条，如果他是现职的，在死亡的当月他可以领全月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下个月就没有了，这个对不对？所以院长您可以看一下法律上规定，其实就是往生的就没得领了，现职的也是这样，但是退休的却可以提前领，所以这个是有人情的问题，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行政可以改革的话，他也真的没有少领，而且符合社会公益。我们希望说行政院可以好好的研议、哦、这样的一个可行性、啊、那其实这一条在2014年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就曾经讨论过。后来他们也说、啊、有些居住在外国啊，他们方便他们回来，都不知道是什么理由了。其实现在都汇入账户，跟他居住在台湾、居住在哪里没有关系。哦，那刚才我们国防部长所讲的还有点道理啊，他方便他去领，那个还讲得过去。但事实上，现在的支领方式也不是这样的啦。转账都可以做，他子女都可以办得到、哦、所以我现在今天在于这种退休的老的这个制度上面，我要跟所有首长报告的、哦、半年领的这种半年俸，其实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命令。我们行政院如果有决心就可以做。我想请教院长，年金改革我们行政先做、哦、行政先行，这一点做不做得到？我们劳保的年金都已经是按月给付了，军工劳工能军工教，我认为当然要这样做了、哦、所以不用修法就可以透过施行细则，透过行政院的意志，我们把它改正过来。院长，你这样可以吗？啊，好的，谢谢郑委员指教。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把它列入这个，这个优先的这个改革的项目。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请郑委员有在专案研究处理了。好，啊，那么有如果说是。可行的话、啊、那么我们会尽快的、啊、做一个决定。
2014年国民党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后来不了了之，可能选举到了。那我跟院长再说明一次，我们这样的改革对于退休的朋友、退休军公教人员一块钱都不会少，一块钱都不会少。但是我们可以省下政府支出的利息，方便地方政府的作业，你不用去借钱，在前半年就要支出。第二个，也可以减少退休的军公教人员，他们因为出国或因为住在别的地方，他们被人家质疑说，哦，你都是回来领健保，你都是回来领退休俸，这个对军公教人员才是真的污名化。所以我想改为按月给付，对于军公教人员被污名的可能，其实反正大大的降低了。那对于现在的公务人员，会不会说啊，以前半年发一次，现在一个月作业比较麻烦？不会，现在全序部都有电脑作业，都有电脑连线，只是过去他们不告诉你们了。所以我想这是行政命令可以改革，也拜托院长。2014年国民党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希望2017年来执行，那现在是2016年年底了吧？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2017年照着当初他们想要改革的方向，我们把它执行到位，好不好？这个拜托院长援救。我们请那个跟委员报告，我想委员刚提的完全正确哦。这个现在都有一些资讯系统来查核，不过查核作业里面比较复杂一点，是因为我们做这些查核主要目的要确保说不要逸领。嗯，那因为不要逸领的情况很多种，一种可能死亡，一种可能到中国大陆去被判刑，另外一种其实最麻烦的是那个在任公职，因为在任公职也要停发。所以这个部分查核的时间确实是要一段时间啊。不过 我想以现在的电脑科技来讲，只要这个系统能够大家接的很好，我想应该可以把这个作为时间拉短。任市长，我请教一下，根据过去的资料，他们说这样省下来利息是10亿了。这十亿其实退休军公教是领不到的。没错。那您这些成本总不会高于10亿吧？不会啊，就是一种那个查核，要给我们一种查核的那个作业时间，所以我想缩短应该是可行的啦。就是第一个有改革绩效，有改革决心；第二个替政府省钱，所以第三个也方便所有地方政府的作业，好不好？陶思源必须要修他的事情细则，由行政我们来跟他这个机器的沟通，然后来先修改那个事情细则，我们就可以办理。好，那就麻烦你，希望2017年的1月1日，我们就可以有年金改革、行政改变的一个措施，好不好？好，希望可以做得到。好，那接下来我们讲小朋友，小孩子的部分跟新生的部分。那是不是可以麻烦我们经济部长？那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教育部长请经济部李部长，好，谢谢。那院长您可以休息，没有关系。院长在您的施政报告里面哦，您提到了两次少子化的问题。那少子化都会跟高龄化连在一起，它还会跟年金连在一起。但是所以少子化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国家必须要严肃面对的。那严肃面对不是让它继续不要生了，是希望提高生育率，这样有没有错？院长，这应该是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没有错吧？在第一页跟第五页都有提到少子化的问题哦。那本席有提出了一些修法的建议跟政策上的建议哦。那今天来就教于我们院里面的长官哦。那这些不会是前坑，我们希望透过一些合理的机制，让台湾所有的家庭感受到政府的体贴，减少他们的负担。所以这些我方向上，我先跟院长您报告哦。那我有提出三项的诉求哦。那如果有修法的案子，我应该也都提出来了。那我也希望说，我们今天如果谈完之后，那可以不需要我再到委员会再跟各位部长呢一一请示了哈。今天用洪帆之力来跟你们说服，希望不要用到洪荒之力哦。那我的三个方向是这样哦。第一个是我们可以减免12岁以下孩童的水电费用，我想这个应该我们经济部了解了。第二个是体贴最弱势的产妇。你照顾小孩，照顾家庭，你要照顾产妇。第三个是我们幼儿园应该要全面的公立费，用公立的费率来收费哦。这三个方向啊，等一下我会跟大家一一说明哦。那院长，我先跟您报告一下我们现在12岁以下的状况，用水跟用电，这个每一个家庭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减少他们水电的支出的话，表示我们政府从细节里面就注意到每个有小孩子的家庭的需要哦。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哦。这个是12岁以下的我们台湾的台北市跟台湾自来水公司的水费计价表了。那大致上，我们有12岁以下的人数总共是245万多人。那我们不同的集聚里面大概是这样的数据哦。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照这个集聚去算的话，那一般的家庭大概会在前两个集聚以下。那台北市跟台湾省的费率是不一样的哦。那我们去用这个费率去算哦，用这个费率去算，那
我们台湾每一个人每个月的用水的度数大概是八度，哦，部长这样有没有？有没有？没错吧？差不多是八度，然后你用这个表去看。那所以如果我们给十二岁以下的儿童每个月十度免费的度数，像我的小孩都十二岁以下，因虽伤爱虽就贼了，哦，虽行哭是还好，因为他们每天在玩嘛，哦，那每天在玩可能一天两三套，所以花用水会比较大，我们就给他们十度好了。那用245万多人的十二岁以下儿童来算。那我们根据他们的水费算的话，一年，哦，如果我们政府让这些有十二岁以下的家庭，他们每个人十度的费用，一年大概自来水公司要花20亿。如果自来水公司负担的话，不管是哪个部会来出，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费用转移给高用水量的用户的话，他们应该是工业用户比较多了，但他们会增加多少钱？你总换算去算的话，这20亿，如果你把它换算成你换算在其他的用水超过61度。的用户，大概114万户，他们每年会增加1830块而已了，所以每个月对这些超过61度的用户，他们大概每个月增加153块，你说不定加进去他也没感觉。所以如果我们在水价的公式上面，水价计算上可以透过负担转移的方式，让我们十二岁以下的家庭都可以感受到政府的温暖，少支出一点其实没多少，100多块，但是转移到高用水的工业用户上面来说，其实他们没有增加太多负担，他们甚至连感觉都感觉不到，但是所有的 有生育的家庭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优惠。您觉得，院长您觉得这个措施合不合理？谢谢郑委员的意见，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请这个经济部和那个国发会一起来研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教经济部部长您的意见怎么样？院长请坐。用水跟用电是一样，还是我先把用电的一并说明好了啦。同样的道理，都是透过负担转移，我们看看其他他们这些高用水跟高用电的用户，会不会让他们觉得很痛苦？公立进户都是从我们口袋里面拿钱，喔，再来，我们再看我们的用电，喔，非营业用电的状况，喔，那120度以下大概都一样了，喔，没有分季节，都是1.81元，大部分也都落在这边，喔，那再来就是高用电的当然就提高，这个是费率的问题，哦，那我们去算过，台湾每个家庭的用电每个月大概是310度，那每个家庭大概3人，跟刚才一样，所以一个人的用电大概也100度，所以一样的状况，我们如果给十二岁以下的儿童的家庭每一个人100度，那大概，哦，每个人100度，那大概就是用1.81元去算的话，哦，大概会增这245万的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大概会减收，台电会减收53亿多。那这53亿如果一样，我转移给高耗电的用户，也是大概那个114万户了，哦，我们从用水的资料去看，高用水应该就高耗电了。他们这114万高耗电的用户来平均分摊这53亿，哦，那他们每个月增加388块，一年增加4651块。其实水电跟电费都不会占到他们本来支出的，不会增加2%了。我刚刚讲说，就算增加给他们负担，也转移他们也大概不太会有感觉，哦，所以我们第一个，政府不必编列预算去补贴；第二个，自来水跟台电公司也不会短收；第三个，让这些有小孩的家庭感受到政府的照顾。我想部长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可以考虑，我们回去做分析，做进一步。在我们10月本来就有电价的调整，这有没有可能在电价公司跟水费的调整里面去纳入？这个部分牵涉到汇率的设计，不是在它基本的电价的那个计算公式，所以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部分来调整，而不是在这个直接从这个电价公式里面处理这样子。过去经济部给我的说明就是102年你们开过一个会，希望这种对于特殊族群的补贴都应该由相关的部会自己来编列嘛。但是小孩子大概不会分什么特殊族群呢，大家都有必要嘛，所以这是一个体贴的措施。我相信这些工业商业用户，他们也不希望台湾少子化，因为他们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为台湾劳工。那透过这种不到1%到2%的成本的增加，其实占他们所有比例，收到电费、收到水费是完全没有感觉。我希望这个方式可以落实，也不会让经济部产生负担，这样好不好？再麻烦部长，那是多久之内可以告诉我们说可行或不可行？我回去做一个分析。这样好不好，郑委员？这个部分也牵到，一方面是牵到费率的计算啊，它的可能性；再一方面牵到人口政策的问题。是，那是不是我们请经济部跟国发会同时来就这部分来考量？ 好没问题。好，那希望说我们在很快的
可以对这些我们少子化的提出一些体贴的方案了、啊。好的，花太多钱的我也不太敢。那好不好？我们在会期结束之前，我们请国发会啊，就这部分给您一个答复啊。好，谢谢院长，谢谢。那再来，我们是不是请内政部，内政部长好不好？内政部跟部长，您边走跟您边跟您报告哦。这个修法大概是我在第六届当立委的时候，十年前的案子了、哦。那当时劳动部意见很多，那推拖拉之后，然后哎，这不急无疾而终。那今年我再努力看看哦，这一届我们的福利政策哦，对我的观念来说，我们任何的福利政策跟福利措施跟社会照顾，如果可以照顾到最弱势的那一位，我相信就是一个正确的。这正确的措施，哎，部长你可以请休息，没有关系哈、哦。院长你也可以请坐。那我们来看一下陪产假、哦，陪产假到底要照顾谁？部长你应该知道，陪产假只有照顾有已婚的产妇嘛，非婚生的没有照顾到。那我来看一下说这十年哦，我们最弱势产妇哦，那非婚生子的产妇他们的比例哦，大概就在4%了，每年7000到9000左右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每年大概会有8000-9000的妈妈，她刚生小孩，她需要人家照顾，需要有人陪产，但是她没有配偶可以陪产。部长，你知道这个状况吗？我了解你讲的这个情境，也许是大概占4%。那您认为产妇是不是最需要照顾？没有先生的产妇更需要照顾，需要各方面的照顾。对，那所以陪产假没得请，反而最弱势的产妇没有人照顾，您觉得这个符合我们陪产假的定义吗？也许应该从各方面去努力了哈。你的各方面是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了哦。其实陪产假我们都希望有一个人陪嘛，不多，在我十年前是2天，后来变3天，那最近2年变5天了，这真的是不多。那大概有4%，哎，部长你好，在4%的妈妈，一年8000-9000人，他们没有人可以陪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啊，你把陪产假可以去申请的标准，不要改为一定要指定配偶，就改为一人就好了。他的父母也可以陪，他的兄弟姐妹也可以陪，甚至没有家人的产妇，他可以找一位同事，甚至他的邻居，他去户政事务所申请，就来陪你5天，但是那一个人不能哎变职业陪产人嘛。他就一年限制一次，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合理的做法，而且资方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因为一年就8000-9000人，应该是说每公规公四个人规公都在陪产了。部长，您这个方向，这个修法的方向，您赞成吗？委员，我有点越来越陷入一个状况，我不晓得这是不是我最熟悉的部分哦，是不是？还是说我们请劳动部来？哎，没问题，哎，部长你好，很可能是。包委，我有跟你在委员会指教过，张立金，我就跟你请教这个问题。是，包委员，这个构想是不错，但是唯一要考虑就是说，被指定的这个人哈、哦，对，那么要付出那个价跟薪水是他的雇主。当然是雇主、啊。那如果是配偶的话啊，雇主愿意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工作与生活平衡的一环嘛，哈。对。但是如果说这个指定的人他不是配偶，他可能是一个亲戚或是邻居，这个雇主要付出5天的假跟薪水，他一年有可能就一次，他也不是职业陪产人，是虽然是这一次啦，这样的代价他会愿意，表示我的公司大概也可以接受嘛。那如果说他不是一个很直接关系的人哦，那这个雇主他会不会觉得说，哎，你怎么定了一个法，然后叫我要负担这5天的假跟薪水？如果是配偶，我想雇主不有意见的，因为对他的公司有帮助。那你认为啦？那位产妇应该也是劳动者嘛，是，对不对？那他要被谁照顾？指定一人，我讲了，一年大概就8000-9000人了。那个雇主就当做为国牺牲一点好了啦，就当做是这样啦。他的5天的假对他来说负担会很大吗？我相信大部分的雇主或许啊，他们认为说这是好事，但是这个在立法过程里面可能还是要再审慎的沟通。那你认为怎么解决嘛？你嘛想怎样啊？你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还是当初就是说我们研究一下？我觉得我要可能要限定没有结论，限定一个关系，比如说几等亲之内，或者是说有其他的补贴的来源。我刚才讲了，最弱势的其实是那个我们最需要去照顾的，也有一个人在台湾的、欸。没有几等亲的，那你怎么处理？如果你的陪产假没有照顾到那一个产妇的话，那你怎么解决？那这个一定很少。如果有雇主很计较这个，我国家给付算了嘛？
我透过劳健保的制度，我透过劳保制度去给付算了嘛？这有没有可能？不然你怎么去照顾到我讲的非婚生子，或者他已婚好了，他先生出差，他先生在外国留学，他甚至他先生可能在服刑，那这样没有人照顾，他自己要去负担，这个公平吗？是。了解他被照顾的需要了，不过可能我觉得还是要再进一步。你们都只想到说雇主的需要、雇主的考量，可能那种雇主真的也很少了，我不敢说没有了。但是你没有考虑到每年有八九千非婚生的产妇，他们的需要几十年来都一样啊。我也不会生小孩啊，我太太也不是非婚生的产妇啊。可是这些问题都没有人去照顾，内政部也好，劳动部也好，啊，我就赶紧。肯定拜托十年啊，跟幼到现在你还在想，所以我刚刚说我要用洪帆之力啦，用欢迎也跟你还到说一定要有个政策啦，不一定要依照我的方式，但是我希望我们提出来的政策，我们体贴到有小孩的家庭，体贴到儿童本人，体贴到这些最弱势的产妇，这样可不可以？这是拜托院长整体来研究好不好？透过修法，透过很多的支出哦，这个都您的这个动机哦，其实非常好。那想法里面，刚刚部长讲的是，也许有些执行上的一些合，倒不是说是，帮资方想啊，就是还是希望一个制度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嘛。如果真的没有合理性，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预算来处理？好，我们再来研究看一看好了，好不好？最后再利用二十秒跟我们几位首长报告一下哦。我们现在私立的幼稚园、公立幼稚园太少的问题，其实困扰很久了。那现在公立幼稚园都用抽签来决定，包含托儿所。你现在会发生到一个不平衡的状况，就是说不平衡的状况，我们用抽签去决定我能不能念公立幼稚园，每个月花三四千块，然后不用每个月花一万五千块去念私立的，会变人民的。接着请赖瑞龙委员质询，询答时间为三十分钟。好，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哈，请林权林院长，请林院长。赖委员好，院长辛苦了哈，没问题，好。谢谢院长，我想院长一直很关心高雄的发展，那包括台风，这个莫兰蒂台风对高雄其实对南台湾造成很大的重创，但对我们离岛也造成很大的重创，也谢谢院长在第一时间赶到高雄去关心，那同时也对于相关的一些损害的部分也给予很大的一个支持。那我想还是要再跟大家再劝一下，就是说这一次的其实台风是一个17级的强风，最大到17级，它其实也是大概是高雄这40年来遇到最大的一次的台风，所以包括那次院长去看的，那个整个船是被38条的绳缆绳都拉断，那14000TEU 的一个大的一个货柜船完全被冲推走去冲撞到起重机，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台风，那这个也造成了高雄其实很重大一个重创，包括我们的这个树木的部分，这几年高雄努力做绿化城市，树种的非常的多，那也倒了15000株以上，而且很多是老树，几乎是数十年甚至百年老树被连根给拔起，这个在我的选区内就非常的重创，非常多的这个树，那包括农损的部分，大概造成非常大的一个金额，光高雄就4亿，将近5亿的一个农损的部分，那包括民生大安电停电停水的问题，那几天几乎是包括我们跟屏东的立委大概都是在催着了，这个尽快能够水电能够恢复一个甚至有的到3天4天都没有恢复，所以其实我们能感受啦，就院长在那种压力的时候希望大家加快那个速度复水复电，其实一般的市民特别是在连续4天的假期中没有水电那是非常的辛苦的。那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校园的损毁也这次也很严重，因为那个风力非常的强大了，所以几乎很多校园的屋顶包括树都被吹倒了，所以这次校园大概也超过300多校，在高雄的部分也超过300多校有这个损坏，那损益损伤金额也超过2亿
2亿多的一个金额，然后啊，所以整个照片我想也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那次这一次的台风确实非常的强大。那我想请教院长是，农损的部分我们知道大概都有照相关的一些规定在进行了，然后那应该是都可以符合相关的救助办法。那校舍的部分是不是也能够比照像上次台东的这个尼伯特台风一样，对台东造成重大损害，能够对于南部几个县市，哦，高雄、屏东几个南部县市学校重创的，能够优先来给予一些的补助，哦，那另外还有树木的部分啦，这我不知道过去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对高雄的树木其实也将近2亿的一个树木的一些经费，有没有可能专案的部分来做一些协助？院长，谢谢赖委员指教。我想第一个就是有关龙水的部分啊，那么这个部分是绝对是可以。我在那天去高雄时也特别说明了，就是按照这个农业天然灾害损害的救助办法来处理，而且是从速、从优、从宽啊来处理。那么至于校舍部分呢，那么当然我们也会请教育部来看啊，这里面有哪些部分是我们可以帮忙的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至于树木的部分啊，这个部分我们可要了解，因为我的了解就是树木通常会倒啊，通常都是因为树木如果是大的树啊，去栽植是很容易倒，因为它根不稳固，所以我们希望呢这种倒的树最后还是应该从小树苗开始来做，那个虽然是长的时间要短有点时间，但是那个比较扎实。至于小树苗其实也就不会那么贵，这个部分到底是需要中央来帮忙，是农委会帮忙，还是高雄市政府可以出，我们会来个研究看一看，而且我们也考虑到通案的问题。 好，因为我看到像金门也讲了，也倒了非常多的树啦，我也希望说其实 绿化这一块都是大家努力的一个工作，如果可以的话，这一块能不能用专案的方式去做一个评估？金门的问题比更复杂一点，因为金门那个部分它的树是有很多杂树，所以那个部分可能也要，但我希望我们就是不要让人觉得说我们对哪个县市有偏颇了，但是也希望能够去节省经费，不要用很高的经费去弄很大树，花很多钱，最后就下次台风又吹倒。树一定是从那个小的种起啦，我想大的树木也不可能去移植它来做。那校舍部分不知道部长有没有补充的？校舍的部分，我跟赖委员报告，我想校舍的部分，也一定会依照我们原来这些灾损处理的程序，那目前教育部是已经可以比照台东那样的一个模式吗？地方政府教育局，尤其是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希望在9月底前就能够把这些受损的实际能够填出来，那也跟工程会这边已经有了共识，希望10月初第一周就赶快去进行相关的这些履勘来进行后续的整个经费的核拨。好，谢谢。我也希望那个，因为现在学校已经都开学了哈，那各个不管是中小学哈，甚至有的高中部，其实各学校都已经在开学了，学生也都在上课。我也希望这一块能够加快它的速度。是，好，谢谢。好，那接下来是不是再请教？因为院长先请坐好了哈，我先把我大概我的问题谈完再跟。好，那个上次有跟院长在总咨询的时候有提到大林埔迁村的问题了。那事实上这次其实院长其实你也经过了哈，其实你那一天去看那个第六货柜中心的时候，其实就经过大林埔了，但你没有下去了，但是就经过了。那事实上大林埔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应该要尽速来解决，所以我想这是我第三次的总咨询了，我也在这边再次提出大林埔迁村。那大林埔的上次的从去年918的大坍塌， 我想除了空屋问题之外，它的大坍塌的部分其实去年918就坍塌，然后今年的8月15在附近又造成一次坍塌，查不到原因又回填。9月12中秋前夕的时候又一次的坍塌，一样目前为止查不到原因了，所以我一说其实这个大林埔它的整个道路包括这一条路坍塌了，它到整个完全的复原要到2018年4月15，所以我这也是希望让部长院长了解了，就是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的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困境？台湾有哪个地方的道路坍塌需要修到将近3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复原？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下面确实有相当多相当的问题，在一个工业城市下、工业区下的一个聚落一个村落，它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再往下看大林埔周边的管线，光工业管线，这个资料都是从整个经发局、市府经发局调来的，它的工业管线就周边就有30条。就有相关的周边，包括乙烯苯、二甲苯、甲苯等等、丙烯等等这些工业管线，然后包括石油管理法的相关的管线，这些不管是送原油的、送燃料油的、送液化石油气的等等，这个也至少43条在周边经过。好，那当然还包括我们的工业瓦斯的等等，所以在它的周边
在大林埔的周边至少有81条的管线在那边经过，所以为什么它造成了坍塌之后非常难处理？因为它的下面布满了管线。那有一个居住的区，我认为其实应该要，如果这边已经这么多的管线在这边，而工业的一个区块，因为它临近临海工业区了，所以我认为为什么它的迁村是迫在眉睫，因为它确实有相当的一个必要性。况且它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它的空气污染，从二氧化硫到 PM10 到二氧化氮，这些的部分的数据跟全国的数据相比，它永远都是名列前茅，非常的高。所以大林埔基本上目前我认为在台湾是一个 被忽略的一个地方，大家没有正视。那过去的政府没有做这件事情，我认为其实非常的不应该了。我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要来做这件事情。而迁村了以后，现在迁村有，上次也跟院长报过，有将近高达90%的人都愿意迁村，因为这样的环境，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想要长远在这边发展，你也不会希望你的子孙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除非你有办法来改善这边的空气品质。但是如果以临海工业区在那边建置的状况下的话，短期内大概是困难的。那上次大概有跟院长提到了大林埔迁村的一些时程，那目前的部分初步了解的有一个这样的时程，就是在今年的12月前会有一些规划，明年有可能了，但这个不一定能够来定案。那想要请教院长，我知道两位部长也都在旁边，我想请问院长，有没有可能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在年底前来定案迁村这件事情？那同时间也院长也到现场去关心一下这些乡亲。这个部分我们知道迁村是正在积极规划中间啊、哦。那么这个部分细节内容是不是先请部长来说明一下？好，委员好，跟您做一个报告。在这个部分哈，我们在那个工业局24号的时候就已经呈报一个案子到行政院去。那预计在下个礼拜27号的时候会召开大林埔的第一次的工作计划，所以这个部分在这个经济部，那还有在这个国发会，还有在高雄市政府，其实做完这一部分的协调，所以这个整个迁村的这个大林埔的计划是下个礼拜就会开始召开小组会议。那同时除了跟这个以外，您刚问垂询的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是有关于这个所谓的中林路的那个问题。那个在刚好在台风之前，我们其实刚好其实开始重新在检视这个部分，就像您刚刚所提的管线的部分的确非常复杂。那我们开挖之后刚好遇到台风，所以就又回填回去了。不过我们也在那个开挖的同时也检验了我们管线的图跟实际的现况，发现实际上的图面跟现地所埋的东西不是完全符合的。那目前看起来那里至少有工业区的这个污水管线通过那里，中油的管线、台电的管线，还有自来水的管线等等，所以那部分我们正在做这个重新。部长，一个月内把它查明，然后解决它，好不好？一条道路不断的塌陷，我想是非常对民众来说非常非常的不安的哈。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塌陷表示下面有很多的问题在发生，塌陷是表面上出现的问题。那如果迟迟查不明原因的话，居住在那边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是的，那个部分现在正在全力的这个调查，我们甚至也会请这个顾问公司进去看这部分的问题。好，院长可以吗？有没有办法在年底前的时候进入这个？应该是9月27号他会开一个工作会议哦。那原来我还是要尊重工作会议的结论，不，我想赖委员也不必太担心，我们这个计划一定会做，只是说时间的问题，我们要如何能够加快。那我现在怕跟你讲的时间是做不到时间，因为完全没有资讯，我还是根据我们的同仁给我的报告，但是我会尽量看。只要能够快，我们就尽量快，好不好？好，所以院长认为迁村看来是必要的，但是只是希望其成再尽快就是了。对，而且这个因为牵扯到它的整个规划，我们也不希望迁村最后结果造成很多民众的不解和抗拒嘛。所以整个的规划还是要能够周延一点，好不好？好，也谢谢，也请院长帮忙盯住这样的一个进度了，好不好？好，谢谢。谢谢。那再来，我还是需要谈就是小港的空污问题了哈。小港大林埔当然是小港的一个重要的聚落，沿海有6个里了哈。但是小港的空污状况，其实在全台湾来比，它确实空污状况还是严重的哈。我想小港的空污体绝对排得上全台湾的前三名了，所以署长也在这边了。我认为署长，如果你想要改善空污问题的话，那小港的问题你势必要做解决，不然恐怕在做其他更多的努力都不一定能达到效用，因为最关键的几个问题就在这几个城市。那小港的空污指标一样，不管是在二氧化硫或者是在 PM10 PM2.5 包括二氧化氮等等一样，这个都在全台湾都是名列前茅。大林埔的问题当然更加严重，但小港的问题其实就是非常的严重了。
所以我们在三月一号的时候也跟高雄市，我上任之后也跟高雄市环保局很积极在沟通，蔡局长积极在沟通，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协助小港改善空污问题？后来我们经过不断的讨论之后，我们认为也许用一个示范区，用一个空品禁区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对小港做一些限制，比如说你的车辆进出这边的车辆柴油车，因为小港的这个柴油车的数量我想是全台湾第一的了，那这边柴油车这么多的话，如果我们限制它柴油车进出一定要符合我们的环保标准，也就是说但是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用专案的方式去补助他们，比如相关的滤烟器等等，相关的一些燃油机车的管制等等，甚至于提供当地的临海工业区的这些厂房用太阳光电板等等，包括甚至于我们加强它的扫尘车，那边的落尘或 PM 5比较严重，我们就加强它的。如果我们用这些面向去做的话，那是不是能够让小港早日的让它的空污问题降低？上次在总咨询我也提到了，台北市的空污问题跟小港的空污问题就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很多的作为在台北是锦上添花，但在小港有可能每做一份的作为可能就是对人民的身体的健康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我认为政府的资源包括空污基金等这些资源应该用在刀口上，那这样子才能够达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效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院长，能不能用专案的方式，这个部分其实在7月28号我们把案子也送进去署里面也等了两个月了，能不能请院长用政策的高度去用专案的方式来支持小港，让小港在空污这块能够有具体的一个改善。谢谢赖委员指教，我是不是先请李署长来说明？ 好，谢谢院长，谢谢赖委员一直很关心这一块这个小港地方的空气污染，顶个你就讲得足清楚，而且画面拢足耸动、足感动。所以，高雄市政府也提出一个这个示范计划，已经提到，我们应该一个礼拜里面可以核定。大部分包括委员所讲的扫街车啦、种树啦、绿美化这些，这个一般补助我们全部支持，全部支持。但是的车辆的汰换，那全国性要一致。那个部分，我都要几千个，那要全国性一致。有多少台，我们就协助到多少台，用实物。实际的量来补助，这样好不好？我希望那个柴油车那个绿烟器那一块可以大力支持啦，因为柴油车的部分我就讲了，在小港一天遇到了柴油车的数量，你可能在其他县市可能可以遇好几个月，可能都不一定那个。所以我意思说，小港就是一个高度的柴油车的数。那常常我在路上在跑选区的时候，常常遇到就是十台车里面就一两台就有那个高度的那个污染的烟排出来。那我认为那个东西，你与其不断的去开发，与其不断的去宣导，不如你就直接我补助给你一颗滤烟器，就把你加装进去了。那加装进去之后，它的整个效果就会达到了。我认为那个是最快的一个方法。如果你要有效的改善小港的空污问题，其实不止小港，我相信其他如果去县市也愿意做自己约束自己成为一个空品禁区的概念，你必须有一些负担的，你也愿意的话，我相信这几个作为都有办法来有效改善空气的品质。我觉得赖委员讲得很好，你之前讨论也都非常，就是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固定污染源，我们用总量管制，一个移动污染源，包括滤烟器相关的汰换的计划，其他就是市民包括营建业烟尘的管制，这几个方向，三个大方向，九个面向来处理。我想我们会到委员办公室细节的，还让委员来了解。谢署长了，就请署长大力支持，也谢谢院长了。好，那接下来两位请回了，院长来请坐。接下来我再谈下一个问题了。先谢谢院长了，其实真的是这段时间很支持高雄，不管是高雄重大活动都看得到院长到高雄去，包括205兵工厂了，我想这个等了18年，那院长的任内在8月5号的时候终于确定来迁移了，包括在高雄举办的港湾城市论坛，院长也亲自出席，给高雄很多的一些支持，包括院长其实也充分了解了过去高雄，其实院长也是高雄子弟的，那高雄过去是工业城市的一个承担的污染，但现在高雄在转型，希望走向一个创新的一个产业，走向一个新兴的城市，转型的城市。那上次也跟院长谈了很多亚洲新湾区啦，我更具体的提啦，有没有可能在亚洲新湾区的部分，上次也跟很多人提到，有没有可能它成为在106年到109年的国家发展计划。这个亚洲新湾区是高雄市政府其实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整合出来，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单就市政府的力量其实不足以推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级的重大的方案，它牵扯到了不管是高雄港或者是国公营事业或者是经济的一个经济部的推动，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租税优惠等，它其实牵涉到了面向非常的广。那我认为如果单单只是放在高雄的一个努力在推，即使我们再怎么去喊话，可能效果都很有限。这个
院长能不能评估，也许不用今天给我答复，那院长能不能评估，也许请国发会能不能思考把这样的东西放到了国家发展计划里面去思考。那如果能够把一些重点或精神的部分能够进入到里面去，我相信对高雄的发展，对南台湾的发展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谢谢赖委员指教。这个部分是不是因为我要知道他做这个国家发展计划的核心的目标啊，和这个就是主要需要达成的功能嘛？院长可不可以请国发会去也先了解一下好不好？我想这个部分这一整套的论述其实高雄市府非常的清楚了，那我也就不在这边再，那是不是能够国发会回去跟市府去了解一下，如果它里面有些东西确实可以作为我们长远的发展计划，台湾就是这么大一块，高雄在 南台湾是一个重大的城市，一个重大城市的重要的城市发展计划应该跟国家的发展计划是能够连接上的，而且这么大的案子它不可能只靠高雄而已，好吗？是公务员报告，我想我们会来跟高雄市政府联络，好不好？好，那就是如果跟各部位想要做的这些业务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话，我想我们就可以来纳入。好，谢谢院长，谢谢主委了哈。那接下来我来谈的是高雄加工出口区了哈。前镇也就亚洲新湾区内有两个大的一个区块哈，除了刚提到临海工业区是工业为主的话，有一个叫高雄软体园区，一个是高雄加工出口区。这个加工出口区是全世界第一个加工出口区了，到今年满50年了哈，但是当时创造了很大的一个经济效益，但现在也遇到了很大的一个改转型上的问题了，因为一个最早的当然发现了老旧上问题，那现在慢慢也转向了走向一个电子化，但是这几年其实它的新增的投资金额逐年的下降，我想这个趋势的比例都逐年下降，包括在高雄的这个园区跟高软园区这个部分，它的管理的机关叫做加工出口处了，经济部下的加工出口处，这个名字其实是已经跟过去好像已经比较不符合现在的一个趋势，不过它就是在加工出口处下所管辖的。那这两个部分有很多的厂房长期的控制了，闲置没有在使用，为什么没有闲置？因为很多产生一些很多的问题了，但高软是新的，但是高雄加工出口区这个是旧的了，所以但有一些问题产生。那我想要谈的是，如果我们在谈高雄的这个年轻人包括年轻的就业机会，包括薪资的部分要拉抬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处理的是高雄的产业跟经济的这个问题了。那从整个目前的整个新兴的一些产业来看，如果我们来看不管是从南港软体园区或者是竹科或者中科或南科分做了在每个地方，高雄大概除了工业以外的大概靠的是高雄男子园区、高雄前镇加工出口区跟高雄软体园区，这三个的产值的部分其实都不低，这三个加起来甚至都还不如南港软体园区，但远远不如新竹科学园区，也远远不如中科南科。那我例如说在城市的发展跟布局上面的时候，如果你在发展一个新兴的产业的时候，你在你的产值上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但带动它的就业跟带动它的年轻人才的那个力度就会不足，所以我要凸显出来的问题是说，那更何况是高雄软体园区这个被誉为是南台湾软体最重要的一个区块，它一年的产值134亿，我们刚刚看南港就2400多亿，足足是差了20倍，那当然更不要讲其他的科学园区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中央要大力来支持。那我必须讲，过去8年来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处理，就是高雄的经济这件事情跟产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被大量重视，也就是说工业当然还在，但是除了工业之外的新的产业这一块没有被大力的支持进来，所以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闲置的空间。那我们来看就业人数，从就业人数来看其实也是都高软跟那个 都是偏低的，包括我们基金预算，包括整个政府的资源来看，高雄前镇加工出口区跟南子这两个包括高软大概都差不多，每年大概就是从1亿多到2亿多到6亿多，大概这样的一个规模不变，过去这几年大概都不变，但竹科的部分大概就10几亿了，甚至到去年都还有20几亿，到今年了，今年都还有21亿。那中科跟南科也都在发展，所以过去也都有甚至到70、80亿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样的看来，就是其他的部分县市为什么他们在整个经济的表现上面会有一些很好的不错的一些表现，因为他们在国家的资源上面有大力在挹注在支持。可是高雄这几个临海工区不讲，临海工区大概也没有什么新的了，那这几个部分在高雄在过去这8年大概没有做任何新的一些大的挹注，只有维持
维持住它的既有的运作规模而已。所以我必须说，新政府上台之后，高雄有很高的期待，在这一块能够大力的加强那个力道，因为高雄确实在整个经济上面必须要更大力啊。这个光靠市政府努力其实是不足的，这一定需要中央在政策面上面能够，包括资源面上面能够大力更大力的去支持。所以今天也提出来，也请院长能够大力来支持高软在高雄南部最重要的一个软体园区，一年现在才100多亿的规模。我们希望还有前瞻交通座区，我们希望院长跟部长能够大力的支持这个预算，能够在未来的预算规模能够提升，然后能够做更有效的资源跟应用。那同时也能够去思考怎么样去做一个育才跟留才的一个计划，让高雄的高软的发展是做得更好，让高雄的加工出口区做得更好的。院长要说明吗？好，谢谢赖委员。我想那个确实是随着产业转型啊，那么加工出口区相对来看它的那个附加价值啊，也许是比一般的科学园区是稍微是比较不如。但这个部分我们会来看看怎么样能够让加工出口区在转型或者在这个过程中间有没有其他更好的这个这个更有价值的一些产业能够引进来。至于您提到的留才育才的部分这个部分可能这个要牵涉到国家整体的环境经济环境那要通案来检讨。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一个吸引人才的一个方案我们希望那个未来这方案执行结果有助于让高雄地区也能够有留才和育才的这种更多的机会跟院长说明了其实现在这两个都是既有的园区，也都既有一个处的规模在那个地方运转。其实只要院里面跟部里面加强那个支持的力道的话，其实它不是新设一个园区，也不是新设一个，所以它确实加工出口区确实老旧了，也确实需要大力的翻修它。那如果有更强的力道来去做的话，其实我相信它会成为高雄一个新的一个点亮点起来。那高软的部分是它的力道必须要再更加强了，因为现在确实包括之前提到的鸿海去那边投资，其实这几年每次讲的都很大声，但效益上其实都并不大。包括我上次去看的时候，他二楼还在做一个比较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坦白讲并不好啦，甚至他的盖的7层的8层的空间有大概3层是要外租出去的。所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连这么旗舰型的产业他在高雄高软过去喊得这么大声，到现在效益还这样子的话，你就看到高软其实面临到相当发展上的一个困境。这个真的需要由院跟部里面更大力的一个支持。好，谢谢。那时间关系，我就接下来讲第四个了。我关心那个海洋部的一个议题了，跟海洋产业的一个议题。谢谢部长。这个海洋的产业这一块，我想总统也很关心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他在海洋产业的研讨会也提到了，包括对于海洋的一些规划利用、海洋资源的富裕，包括海洋的能源，甚至于海洋观光休闲产业，都很重视。那台湾是一个海洋的国家了，其实但是我们在这一块其实做的我认为是还不够的。那我们来看各国它在发展蓝色经济，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大家重视的，不管是在欧盟或在美国或在中国在韩国，他们在这几年其实都陆续有提出很多的一些蓝色经济，包括海洋立国甚至于示范区等相关的，包括海洋服务业等等的这些的推广。但是台湾的部分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一块动作其实相当 的慢的。那海洋产业的这一块其实有1、2、3级的，那一级的部分当然在渔业，所以我看到农委会主委站出来了，海洋部分你看主委会站出来，我以前担任过海洋局长，大概对口上去只有渔业对得到农委会，那剩下的部分游艇要对到谁，游艇对不到对口，海洋观光对到谁，交通部观光局也不认为那是他的，他对到各地方的观光局，还有包括研发的部分，科技部有一个海洋中心，但是也不是直接对。所以我的意思说，台湾在海洋这一块的确实的发展是 并不是那么的重视，而这个确实现在是不管是我们的造船或我们的游艇都是我们的强项，也是南台湾的一个强项，包括我们的渔业怎么样高质化的这一块也是我们的强项。那 更提到的是海洋观光、海洋服务这一块都是未来我们 很有潜力的一个产业。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的整个政府的组织跟这个部分原定是在今年要成立了，海洋委员会要成立，但是时间上又停下来了。那刚也提到很多的部会跟资源的配置都是有存在的相当多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来看其他国家怎么在做这件事情的。美国的部分成立了一个国家海洋委员会，然后加拿大有一个渔业及海洋部，
好，日本当然是比较大在省的部分啊，它有农林水产省，但是它其实有相关的一些海洋的局处跟作业的单位。好，那韩国也有个海洋水产部，好，那包括印尼有海洋事务渔业部，好，包括中国的部分，它也在重视这一块的哈。那澳大利亚又有农林水产部等等。哦，各个单位的部分，其实国家其实都在重视海洋这一块，甚至于把渔业那一块跟海洋一起并进来做一个思考，然后把它当作国家的一个整体资源。但是我们的在今年七月份本来要成立的这个海洋委员会，暂时停住了了。那停住了之后，说要适当时机再提出整个组织的规划。那我认为其实恐怕要尽快了。其实包括总统在去年的也有提到了，我们的海洋委员会缺乏明确的定位，而且散落在各个部会的海洋事务也必须要统整。所以我个人是强力的主张，包括之前的时候有委员们为什么把它暂停下，他也是担心有海巡署的概念，海巡毕竟还是比较属于是管制的概念，如果有海巡来主导整个未来的海洋部或海洋委员会的发展，大家确实是忧心的了。所以我也强力的希望能够建议院长能够在海洋部或者海洋部还没成立前的海委会，然后尽快的能够去组成，而在组成的过程中的时候，不是以海巡署为主体而已，而是让其他的，包括我甚至认为让渔业的单位也能够进来，像其他国家这样的做法，让渔业单位能够也进来，然后成为我们未来国家在海洋在渔业这一块的一个组织单位，那也让我们未来在不管是做保育或者是做产业的推广，或者是做相关的一些观光休闲等等，海洋产业有非常多类型，包括甚至一些游艇游轮等等的，它可以有一个更主责的单位来做。那不知道院长支持吗？那能不能请谁来负责这件事情？现在目前是没有主责单位了，因为暂时停下来了。那个跟戴委员特别说明啊，就是有关这个海洋委员会或海洋部啊，这部分因为现在通过的是确实是以海巡署还有一个研究机构为主，这个部分确实有很多争议，所以我们并没有让原来规定的今年七月份要开始啊这个正式改组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停下来。那主要也是希望能够检讨的方向是就跟诚如赖委员你所提到的，我们会让也许在看是不是应该要让这个一些其他的功能能够发挥，而不是让海巡署变成好在那边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三级单位。所以我们是但这个部分也涉及到，如果海巡署不在海洋委员会，那他到底要去哪里啊？那么哪个部会？那这现在其他部会重组就变得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部分我们现在是交给人事总处啊，请他们在演绎啊，就是有关海洋会的这个功能，我们要重新再认定。原则上我们希望他是负责国家的海洋政策为主啊。那么当然呢，就是如果说是要也不希望。接着请柯志恩委员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谢谢主席，我们是不是请林院长？请林院长。柯委员好。嗨，院长你好，辛苦了，今天站了一整天哦。没问题。不过你看到我应该蛮高兴的，因为我是今天是最后一个了，所以大家也就全部耗了一整天了，我也是等了一整天了，所以咱们两个就好好把最后这个30分钟好好把了结，做一个完整的结束，好吗？好，谢谢。好，今天是9月20号啊，距离你上任刚好是满4个月。那我记得你刚上任的时候呢，从侃侃而谈你的施政蓝图，到现在呢，其实有非常多的杂音，包括很多执政党的大佬就是节节的逼退啊。而且目前小英总统呢也执行了所谓一条鞭的指挥啊，其实大家就在开始在想，非常的好奇我们的林院长到底是站在哪一边。过去那个非常有自信很有专业很有自己主见的院长，显然好像是权力慢慢的被放空了，所以你们不要所谓的光一条龙，却是要辅政党的一条鞭。院长，这一条鞭到底是架空你呢还是保护你？谢谢柯委员指教。我要在这边特别强调，就是府院其实在政策上来说，我们就是执行总统的那个当时的政见嘛，所以这个部分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我认为目前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一样。那基本上说呢，因为我跟蔡总统之间也会时常就一些公共政策来交换意见，因为他是必须要去面对选举嘛啊，所以我也跟他讲过，就是说他因为要面对选举，所以他有他的这个啊政策实现的这种压力，所以我们也会随时跟他去做报告，是这个都没有问题。是，我想这个院长您做的非常清楚的一个陈述了哦。不过我想很多人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说你被架空，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位置并不是你求来的，而是小英总统特别恳求你过来的，因为呢你是一个财经专长，他们希望透过你来救经济。可是呢我们必须承认，过去四个月当中呢，我们民众感受到的是拼政治真的是虎虎生风，但是呢拼经济却是完全弱不禁风。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特别提到的部分呢？其实你会看到，只是翻开报纸看到所有的媒体，你都会看到有非常多这个政治斗争的筹码不断在上演，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国营事业，很多人都在争位置，真的实在是非常的难看。还有包括有任期限定的这个所谓的央广还有中央通讯社，其实呢也是被斗得天昏地暗，可是院长你都看到的，其实也很困难去做这样的一个制止。那我特别要提到院长，你知道有个很有趣的一个数据吗？过去我们16年来曾经换了11个行政院长，几乎有80%他们的任期就只有1.5年，而你是我们全中华民国第一个是经济学的博士，所以你就知道大家对你经济上赋予非常高的一个期待。你会不会觉得因为大家这个政府太拼命于这个政治上面的，反而压缩你对于这个经济上面的一种能量跟你的这个锐利度呢？我想做个行政院长，我们必须要同时兼顾啊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啊这些问题。那么我个人觉得目前当然很多经济政策的推动啊，它的效果也许需要花点时间。那么这个部分呢，但是我们并不代表我们过去没有努力，这过去四个月来其实我们很多的啊，一些政策，我们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把它。是，我院长，我可以看到你的努力。我说实在话，不管是在野党什么样，在野党批判所谓的那个的成员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可是目前看到确实有很多执政党的人也纷纷放话，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吊诡的。我们现在说这个年金来说好了，这个年金的改革基本上已经是全部人的一个共识，我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你看，从下而上这样的一个年金改革会议了，每天就好像在上演真人秀。戴口罩的，不断的扭曲的，拍桌的，透过这个镜头呢，每个人都认为就像一场闹剧一样。那可是呢，我们的召集人，我们的陈副总统，每天就是放着一个天使般的微笑。可是呢，他对一些被扭曲的讯息，他其实并没有及时的去导正，以至于让很多的代表各方的立场的人，他们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的原则。这么多长年以来，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有太多的共识。所谓的这个结到这个八大的共识，院长，我想请教你，你满意吗？目前为止，跟科研报告，其实联经因为它涉及到考试院，所以是最后所以我们才是由总统府这边啊去召开这个有关的这个会议。那么我们当然行政院也会提供很多这个资讯和一些幕僚的工作，所以我们有林政委员在处理。那么我个人呢，其实并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行政院的一个核心工作，是因为那个部分是由总统府在处理，而且它是现在。但是后来未来也还是要交到我们这个行政院这个部分。最后还是要跟考试院那边去协商。是，但是我还是特别要提醒这个院长啊，为什么我一直认为用这样的方法，其实会造成很多讯息上的扭曲，而且网络上到处很多，他们甚至还有人提到，就是说这个立法委员只要是8年的话，他就可以优惠存款，可是呢。却没有看到任何的，没有这个我一听说在哪里，真的是也是完全挑动我们可能想要竞选连任的这样的部分。以前本来没有这种想法，但是我意思就是说，这样一种错误的一种讯息，却没有看到有半点的澄清。而且虽然你们提出了非常多的数据，可是连个懒人包都没有，是这些东西对民众来说还是太遥远的。而且呢，我还必须要说，民进党过去在搞选举的时候呢，他连半夜都可以开记者会，可是连这么重要的一个讯息，我觉得政府单位是不是有责任？应该来让这个讯息更透明的话，否则你让这个讯息的话，你会造成很多世代之间、很多族群之间、很多团体之间，他们因为是讯息的这个不一致，而造成非常多的一个纷扰。我想院长你也可以充分感受到了嘛。谢谢科员指教，我确实有了解，就是因为联经国会议在讨论，联经的会议在讨论啊、哦，那么确实在同时伴随着很多很多的这个网络上谣言。那么我们也确实有同仁专门在负责澄清，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在网络上都有在澄清。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势力啊，他们对联经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所以你现在目前对于所谓八点的共识，你满意吗？
那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尊重现在会议的这个结果。其实我看的结果，我觉得这个东西以改革来说，这根本不叫共识，这根本就是改革的尝试。而且呢，就以第八点而言，第八点而言，有关于这个军人跟这个公教里面来做区隔，那个部分根本就是总统在九三要这个所谓的上街游行之前，他所拍板的四项原则。这下我就要问了，如果总统可以拍板的四项原则，我们的年金会议为什么要开这么久？总统可以直接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多？在民间呢，如果是以会养会的话呢，可能会赚钱，可能会赔钱，但是政府单位如果说以会养会的话呢，其实会让人民看到，觉得你在虚耗所有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而且你不要忘记院长，我们目前为止十一月还在各地去办四场，对不对？然后一月还有所谓的全国的国事会议，这个东西你不觉得太过于形式了吗？而且开完之后呢，有的这个所谓的共识之后呢，各部会还回去把它变成一一的一个条文，然后两院再开会，然后再送到立法院过来。院长，我真是非常的担心，你在下任之前，你搞不好都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耶。年金改革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问题，过去已经拖这么多年是有它的原因了啊。那我们现在希望透过这些会议呢，能够是至少有一个广泛的交换意见，让大家都有表示意见的机会。那我也觉得这个速度啊，其实如果能加快，能够尽量加快啊。不过我想，因为各界的意见实在非常的多，我们必须要还是要忍耐啊，让他们这个对。但是问题在这忍耐的结果，你看他现在目前为止，整个从头到尾吵吵闹闹，而且你会发现人格是很难被改变的。当你代表是那样的一个团体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透过现场的直播当中，我们其实很难看到每个人族群当中之间，每个所代表的团体当中，他们得了一个共识。我们看到的还是不断再去吵。所以说这个部分，我就要跟院长特别提到，如果他很急的话，那就利落一点；如果不急的话，格调也不要这么高。好的，谢谢您。原因就是这个部分有很多部分，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草案没有之前，我们可以先来改，可以来先宣布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我们这个公教的退休，他领双薪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先改？像我基本上我就提出了修正案，如果说行政院愿意改的话，谢谢，我们可以提出对案，我们共同来讨论，然后在这个会期里面马上让它成型，这是院长你可以做到的。那个双薪的部分啊，现在我知道好像是有一部分是，也许是军职人员有一些了啊。那个部分，但是我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乐意来检讨。是，我就觉得不用等到这个年金这个部分里面有很多部分，还包括里面很多政务人员，这个是可不可以先改？还有包括目前为止每个人他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国营事业的主管，因为每个人都说他的薪水比部长级的还要高，那你就把他这个薪水，既然他的出力没有比部长更高，像部长每天坐在这边一整天，对不对？那如果出力没那么多，你可以把他的薪资降到部长以下，这个东西都可以替院长你加分的，你可不可以去做？第一个。您提到政务员部分啊，刚才我在前面的答询里面说，我们会把它再拿来单独来思考，因为这个部分影响不大嘛啊。对。那么至于说是您刚刚讲的那个公营事业的那个负责人，像董事长、总经理薪水啊，我的了解，如果是百分之百公营事业的话，应该是不会比部长高。这个过去立法院说决议。那么您讲可能是属于是政府控制的官股的那些公司。总而言之，我觉得让变成大家所不大家提出来质疑的部分，你可以先你就可以先做嘛，院长你可以先做嘛。对，就是那个这些如果是像比如讲像华南银行这种公司啊，虽然是公股控制，但它必须要跟商业银行竞争，所以我们认为这它的薪水不能够过于低，是避免这个公司呢它本身就找不到好的人才。我觉得你只要给他一个合理的部分，当他的这个什么工序还有他整个劳力还有他所付出来这个部分里面可以得到一个合理，大家都可以去接受。但我要特别提出来，就是因为很多人在争这个部分，所以我只是要强调，很多事情的改革不用等到年金这样的一个草案定义之后，当然你就可以先来做一个宣布。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呢，其实某种程度我刚刚特别提到的，院长我也可以感受到你非常的努力，可是往往很多的政策上面，你不觉得有些是时机往往会落人口实吗？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九三每个人都是上街去游行了，结果你不久之后呢，马上就提出来要把这个退休公教人员的三节奖金可以把它砍掉，因为你说可以节省掉8.7亿元的这样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先姑且这个合不合理，光是在这个时机点上面就引起很多人有很多的一个揣测。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这个部分你在送给我们106年的所谓这个预算的部分里面，你们把它编在里面。我们在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在编预算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你为什么要去编呢？如果说你认为这是一种改革的话，你在编的时候，你就可以先把它给删掉啊！你可以拍板的大胆的告诉我，他本来就没有这个科目了啊，他这个是在人事费里面，所以我们只是定一个标准，而且这个部分我们减的部分很多在地方政府，不在中央。
是，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不会在我们的预算书上有一个很大一个科目说这是三节问题，不会。但是基本上对我们来说的话，你就会让人家感受得到，在完全游行刚结束不久之后，而且你跟这个民进党开完会议之后，这个、你马上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这个、你难免会让大家觉得说你是不是有这个所谓在这个教训这一群上军工教的人员。我觉得这个、太多太多，你看之前呢要公布的话呢，也有也要被批评，之后也要批评，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呢，院长你在编辑这个预算，你把这个预算放在这106年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些后续的一个结果，而且不要忘记的，宪法赋予行政院长有编列预算的这个权责，可是你编完之后呢，不到10天之内，因为跟立委开会之后，你马上把它删掉，你会让我们这些立法院的预算就是这样子了。是，可是你所以你会让我们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到底是改革，还是你选择政治的实际感受部分？我们做的预算数据已经包含这个，就是已经是三节问津，我们就是已经知道新的制度来。你刚刚说这个三节问津有没有在预算里面？三位金的已经算进去了，就是。但是你为什么？你如果觉得说你要把它删除掉的时候，你当初就不应该把它放进去啊？就是删除掉的金额，我们算的就是以删除掉金额来算的。所以你当初已经告诉我们全部的部分嘛，对不对？你告诉、已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做这个部分。我们是在预算书送出来的时候呢，之前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定义要确定清楚嘛，那么我们会跟社会大众来说明，那么是这样子而已。并不是说我在编预算的时候还不知道。对，所以我还是说你的时间点选的是错误的。基本上面，你的时间点刚好在人家游行完毕之后，你才来做这样的一个讯息上的一个补打。游行完毕也过了一阵子了吧？其实不到10天了，院长不到10天了。对啊，这个实在是。你要知道台湾是个充满，台湾是一个充满。我们从刚刚讨论到现在，院长你还感受不出来的吗？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从学校出来有这样的适应上问题，没想到你跟我还是差不多。这个每一个讯息基本上面，大家都会用小以小来这个部分来见缝插针的这个部分。所以院长你还是小。小心一点好不好？没关系，这个部分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时候时间真的很难控制了。对，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真的都需要有政治的敏感度，好不好？院长，我们彼此勉励一下，都要有个政治的勉，否则的话，你做的很多的事情基本上是会让大家会感觉到说完全感受不出来你这个层面的。好，那我们同样这个提到这个部分里面，我们说这个改革的这个层面完之后呢，我们现在来特别提到所谓南向的一个政策了。南向的这个过去的政策当中，我知道这个过去呢，我常说把这个南向的办公室是放在这个总统府有着叠床架屋，我非常高兴在行政院的部分，而且今天好像挂牌嘛，对不对？有关于你们这个所谓的对外经贸的，有关于对贸经贸的这个谈判的办公室。但是我要特别调出来，目前为止呢，这个总谈判人是我们过去的经济部长，然后也是我们现任的这个邓委员。对对对，好，我调出的过去他去年10月5号在接受丁守中委员质询的时候，丁守中委员他特别提到有关于南向政策为什么没有办法推行的非常好的时候呢，我们当初的邓部长特别提到了，如果要跟这个东协或者跟南亚来做这个所谓的双边这个贸易的部分，如果没有签订的话呢，基本上面是很难去推动的。所以他认为很大的症结是来自于我们跟中国大陆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双边贸易的协定，到目前为止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症结。而且他在这个经济部长退任的时候，他特别还强调非常的遗憾没有通过这样的一个货贸的这个部分。到目前为止你认为他这样的看法你赞同吗？我要特别强调，就是南向政策其实并不会是跟我们跟对岸的这个经贸往来啊，是两个排斥的事情。没有问题，我相信说你对于邓部长他当初他所特别提到的，你如果没有跟中国大陆签订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你跟所谓东协跟南亚签订所谓的双边贸易是有很大的困难。我只问你赞不赞同他当初的这样一个说法。其实中国大陆对于我们跟任何国家来签自由贸易基本上说呢，都并不会赞成一种赞成的态度上来看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突破相关的困难。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把他跟他的关系之间把它处理好的话，其实呢很多的国家其实在这一方面其实也是非常有所顾忌的。然后其实比较吊诡的就是当初很多的蔡总统他认为我们马政府的这个南向政策可能有需要去改进，所以他加上一个新字，可是却是拿马政府当初所执行的者来变成今天新南向的这另外一个执行者，这是让大家觉得比较矛盾的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把南向政策跟对岸的关系一定要放在一起来比较了。这个东西我们希望跟对岸维持一个好的经济关系，同时我们认为即使是维持一个好的经济关系，我们还是需要。那你对于跟对岸维持好的经济关系我们到底做了哪些的努力呢？我们当然是我们其实基本上说我们并没有跟对岸有任何的挑衅或者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双方能够在一种或善意的情况下互动了对。那么当然在对岸他有他的政治考量，那么我们觉得现在的两岸关系的冷淡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对岸，并不是来自于台湾的。
是，我很高兴你愿意跟对岸维持一个这样子一个关系。不过好，我们现在好像都是比较被动式的一个等待哦。有的时候因为良性的互动本来是要双方嘛，单方面是也很难去做得很好，但至少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释出的善意，我们一定会尽量释出，只要是在一个对等和尊严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尽量去跟对岸去做一些提高一些经济往来，或让双方有更多交流，这个对两岸都是好的。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部分，特别是我刚刚特别提到说有关新南向的部分，我们在基于这个院长在这个纽西兰跟新加坡完之后呢，下一个我们可能会签订的这个协定的是哪个国家？你的预测是？我们确实有锁定若干个国家，但是这个部分因为涉及到策略可能不方便在这边来。可不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嘛？因为我们大家等很久了，对不对？因为现在经济都不振嘛，总会有一个新的国家出现之后，大家就眼睛又会一亮，开始有个新的希望燃起了。但这个部分会至少会在哪里？会在东协十国里面，南亚六国，还是澳洲、纽西兰你的十八国里面，都是属于这十八个里面吗？我们可能这个部分我们会努力了，嗨，院长，我们都已经最后了，好不好？我们家只剩下十二分钟了，好不好？谢谢你的关心。给媒体走了走这么久，你给他一个。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啊！我想我们一定就是做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希望能够增加台湾对外的经贸关系。那么在这个目标下，我们来努力。可能我现在能讲的也是希望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尽量做到。所以你预估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会有一个或几个的国家出现来跟我们签订这样的协议。这个很多不确定性的事情很难讲，但是我可以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一定会尽可能的让我们跟包含中国大陆在之内，以及东南亚所有的国家，像您所讲的南亚或者是澳洲、东协十国、东协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在这里面找一些对我们比较友善的国家，我们跟他去把这个经贸关系提高。那么这个友善不友善，其实我们的这个对外贸易谈判办公室其实也定了几个标准，就来评判哪些国家我们可能是可以优先来考量的。哦，对，这就是我要特别提到的。你看你刚刚点出了，包括东亚这个东协十国、南亚六国，可能在包括纽西兰，不，在包括这个澳洲、纽西兰等于十八国，我们花了42亿的这个经费在这个地方。可是呢，我们总不会把42除以18，然后把每个，因为每个国家都是有它自己不同的这个人口或什么部分。那院长稍微可以告诉我们，有没有前三分之一的国家是你认为是你的 priority？ 是哪三分之一的国家是你的 priority？ 这个不方便去指哪个国家是，因为这个是动态的。如果这个国家今天没有跟我们很密切，但明天他愿意，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优先性提高。那你有可能说到年底的时候，搞不好就是说你现在目前有努力，可能到最后可能一个都不会是哦。当然，那就是看我们怎么努力嘛。那你这样的话就太抽象了。特别跟科委员讲，其实我们觉得这我们要想清楚，我们跟这些我们所谓南向跟这些国家去交往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经济关系，而不是随着政治的一些变化而造成不稳定。所以这种那些人的交流，那个彼此间的协议的签订等等都要配套来执行。当然，可是院长，这不是我们台湾单方面说的算的，都不见得是要花钱的。这不是都不见得一定要花钱。所以你刚刚跟我讲说42亿的，就是这18个国家里面。所以很多人说42亿太少，其实不是的。我们真的要做的是不是42亿？那只是一个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一些必要费用将来如果真的我们能够锁定到一两个国家，真的能够愿意把我们的彼此经济关系建立在一个稳固基础下的时候呢，那时候才会有比较大的这个计划会执行。我现在非常的好奇，这几个国家是谁这么没有讲究现实利益而愿意跟台湾做这样的关系？我也非常的好奇。那当然，双方是要建立一种互惠互利。事实上，为什么很多人会批评说42亿来做这个18个？这个真的好大的一个口气。而且最重要的是，上个星期有委员特别提到的，这个南向编42亿太少。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国发会的这个陈主委他特别提到的，为什么编的这么少？是因为目前很多的政策还不是很确定，等政策明确之后呢，可能会编太多。那我觉得他这个发言其实会引起非常多的一种反弹。如果现在还只是一个试探性的话，说实在，42亿真的是少几个零都嫌太多。如果呢政策这么明确的话，说实在再加一个零，我们都完全同意。其实很简单，我们逐项解释它的预算就好。比如讲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我们花了10亿嘛，在做这个，就是希望能够把东南亚这些国家留学生能够让他这个就是我这个东西，院长，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这个东西我会在委员会的时候再好好来问。是这个陈主委没关系，已经最后你可以回去休息了，好不好？刚刚只是当你当做一个例子而已，谢谢你。如果说有关于这个10亿的人才培育，有关于7.5亿的人才培育，我会在我的委员会里面好好问我们的教育部长。今天时间不够的关系，我只要提醒，因为你给人家感觉是这么大刀阔斧的要往南向去，编了42亿。真的说多的话呢，基本上你要以这么样台湾这么强调的一个策略上，42亿真
的是不够多，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很多的计划对我们来说，因为还没有看到很多具体的这个部分，所以的这个部分里面，然后给人家感觉是且战且走的这种感觉。所以院长，你不能怪大家认为说这个部分好像有点在打假球的感觉。其实我们如果把一些环境制度能够创立好的话，那民间的投资才是重要，而不是说政府去，政府花钱只是花在一个媒合嘛，啊，那真正关键是，如果说是有国家愿意跟我们去做一些更高的双边关系的提升，有这种国家是不是？关系提升的话呢，那么这时候呢，台湾会有更多的这个产业会跟他们做合作，那这是双方互惠的。当然，这前提是建立在我讲的一定有一定的投资保障，啊，有一定的这个彼此间的这个人的交流也很非常密切，大家是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关系上，这个非常重要。啊，否则的话，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投资是到海外投资，台商不见得一定保障，这个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新南向结果。是，但我们也期待，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的。当然，这是绝对是难度非常的高的，而且从院长你刚刚非常口风非常紧的状况当中，可以依稀感觉到您锁定的几个国家，但是呢，目前都还是不方便来做一个透露。嗯，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我说应该说有很多国家对这个表示很高的兴趣，但是呢，我们希望呢从这里面呢能够去慎选。而且呢，还有一些国家陆陆续续在表示兴趣，那这都是可以去思考的。还是院长，我还是要提醒哦，因为大家现在都完全眼睛盯着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你今天已经告诉我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突破，所以我们还是很期望能够看到，而不要是到最后结果钱花下去之后，我们完全没有看到具体的成效。那院长，你在这次时候你会受到更强大的一个批判，这是我要本席要特别提醒院长。第一个，我们没有花太多钱；第二，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当时工作里面不可能一路顺利嘛，总是有挫折嘛，但是我们会努力，我们相信我们的努力。努力会看到回报，对，我们还是会在紧盯在各委员会里面，包括教育部所提出来的十亿里面，包括7.5亿在做人才培育里面，到底一个具体的策略是什么？包括留学生的这个彼此的交换，他的奖学金给予，我们会在委员会里面好好来去做。我想最后的时间里面，我们就谈到我们所谓的电业法。我想院长，你今天一整天都有委员都请你澄清这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你对这个所谓的台电基层员工的部分。刚刚我在外面的时候也被这个记者问到，他们除了你虽然大力的去澄清你当初的一些想法，没有错嘛，所以你也不用再赘述的。只是有人问我说，对于很多基层的员工而言，对他们的家属而言，看到他们这些人没有办法过中秋，每天只睡4个小时，而且常常在旁边蹲着吃便当，可是林权院长却用比较是强烈的口气来对于他们所做的这些奉献好像并不是那么满意的时候，院长我只问他们，只问了一个，你澄清多了，你愿不愿意道歉？我没有做任何的对他们这个是否定他们的努力事情，我要怎么道歉呢？我只是要求台电派一个副总经理下去，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做法其实对员工是有帮助，而且对台电形象也有帮助。好，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你的口气上面，否则不会有这么多媒体他在用这个角度里面来，然后也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委员因为关心你，希望你做出一个澄清，因为他们感受到家属对于他们自己的家人没有办法感受。我想院长，请你要理解这个部分。如果这样错误解读，那我认为那是一个媒体啊对我讲的话有扭曲，或者说是没有听清楚。好，你今天这边已经澄清够多了，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请这个经济部长也特别提到了？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你看我们台电的员工非常的辛苦，对不对？这个大风大雨当中，他们不断，所以有些人就会特别会开始会非常的忧虑。包括台电的工会里面特别提到，当我们把这个台电作为一个切割，他们认为用切割这个字的去之后，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个部分当中，这个刮风下雨的时候，即使我们像目前所谓的输配电业还是属于国营的，但是不要忘记它被分割完之后呢，这个电业里面是属于最不赚钱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么多的钱来做这个维修维护，还有办法找这么多人在最快的时间来做复电的工作吗？这是非常多人非常关切的。我可以回答跟委员报告哈，当然是这样子，因为那个部分就是唯一完全维持国营的部分，就是输配电这一块，全国只有一个公司而已，而且只有一张执照。我们比较担心那个是最不赚钱的，到时候有没有经费能够来做这样的很多设备上的维修？那个就是今天的台电，台电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这次的维修就是输配电的这一批同仁。但是你把它分割完出去之后嘛，所以我刚刚说他没有分割完呢，他在这输配电里面呢。对啊，你前面有售电嘛，售电业嘛，对不对？还有这个部分嘛，我想这边很多居民他基本上对这个电业的自由化他其实并不是了解那么清楚，但是呢，他们其实整个人民他最关切的就是整个电业自由化之后，到底这个电价到底会不会去涨，到底有没有办法政府还是完全维持过去一样，对于这个人民的供电还负起全部的一个责任，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禁书的享受，就是三大点有没有办法让部长来做一个最大的一个保证？我想这才是人民最关切的。是的，
第一个，电价完全由电价公司来决定，所以在那个架构底下根本没有这个跟电价法完全没关，所以它的涨价不涨价完全是跟今天的形势是完全相同，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输配电呢，它是一个单一的唯一的国营事业，所以在那个架构底下所有的这个同仁的权益跟他过所有的这些员工的这个权益都完全受到保障，所以那个部分也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那部长，你讲的这么气定神闲，这么样笃定的话，但为什么还是这么多人要上街来抗争？有怀疑，有这么大的一个疑虑。其实每个人就是非常的担心，在这个电业自由化之后，会不会讲财团之事，然后来让这个台电没有办法做垂直式的一个整合？我想这是部长应该非常清楚。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十足的保证？不管对于台电的员工，还是对于我们全国用电的这个居户来说，我们已经很强烈的跟大家讲到说，一间电厂都不会卖，所以台电也不会有财团化这样子的问题。好，那也就是说 分布出来的这些电厂，它完全没有所谓的财团化，也不会被这个电厂也不会被消是，但是部长，我们还是要汲取过去很多历史上的一个教训啊。过去你看，美国有19州的时候是用电业自由化，可在2003年加州自由化崩盘之后，其实在那个之后呢，就没有任何的州要加入这个自由化。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当需要被提醒的一件事情啊。我是不是这样来讲啊？是，其实美国的电业自由化跟我们现在讲的是不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是希望能够让。那么，因为现在的电业法里面是没有办法让很多人去能够在市场上能够提供电力给，甚至卖给台电，都不见得是可以的。比如讲说像 Google， 他愿意做绿能，他在很多国家也做，可是他在台湾设个太阳能电厂，他不能够卖电给台电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能够将来电业法修改，是让这个地方能够更多元，就是我只要让厂网分离。那么 台电就不需要球员兼裁判，他既是买电者又是供电者。但是我想很多民间的这件疑虑还是存在的，还是存在的，因为到底谁能够来做这个，一定是大财团才有办法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嘛。我们今天不做这个的话，那其实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而且更不要说，因为它的牵涉的问题是非常多，电业法整个牵涉问题很多，还包括再生能源的配比，对不对？还包括整个电价，你用这个再生能源，它的电费一定会比较高。当我们国民的素养没有到那么高的时候，环保意识没有那么高的时候，谁会去买比较贵的电？这些都是要把，当你认为一个政策非常完整的时候，你要把我们现在国民整个的认知的这个部分，你要把它考量进去，否则你所承受的改革的这样的一个风暴是完全是没有办法去阻挡的。我想这两位也应该都会去同意吧。我希望能够让这个就是电业法修法里面啊，那些担忧他们的这个工作权，或担忧电价会上升，甚至于担忧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买的是一些脏电的这种忧虑啊，都能够在电业法这里面全部厘清啊，让他们不用担忧这种事情，我们一定会努力来做。对，但是还是我要诚如提到的，不管是年金改革还是有着电业法，可能利益都是非常的良善，可是推行一出来，你看社会改革反弹的声音这么大，所以呢，在这个所谓的讯息上的一个提供，还有立即性的，对于很多事情需要被导正的部分，我觉得行政院在这一块里面显然做的是非常的不够，而且这个部分里面其实某种程度其实造成很多民间之间的一个纷扰，所以呢，真的是凯道非常的忙，这一点完全不是一个玩笑的话。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来自于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不管是在时机点还在给予的部分，还是不是能够把它简化让大家更了解，否则呢真的是没完没了。我想这个是提供给两位，特别是电业法即将要上路的部分，特别来期许我们的部长可以请回的。我想最后的30秒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已经最后了，大家终于结束了，30秒最后结束了。但是院长，我听说你也非常喜欢金刚经，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呢，做了这么多，我还是回顾到我第一个特别所担忧的部分里面，就是呢，政治当凌驾一些专业的时候，其实呢，很多的事情，即使你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我真的会觉得很，是不是会像是如梦亦如电，如梦幻泡影？所以呢，院长真的是最后呢，期许你能够快快走出这个迷思，这个谜团哦，让我们摆开这个政治凌驾的这个部分呢，真的好好为这个经济来做个打拼。报告院会，本日排定质询的委员均已质询完毕，谢谢林院长、林副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列席备询。现在做以下决定，下次会议继续进行施政报告质询，接着继续处理复议案。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一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三案之决议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
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散会。